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YY 主播夏天，给大家录制一首《是不是我对你不够好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给我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。直播间 ID 是41657。时间一分一秒与分手赛跑，最爱的人不能够依靠，我的痴心你轻蔑嘲笑，对你的好却变成了打扰，就连拥抱也似乎没了味道，怎么感不到你心跳，难道是我爱太重让你承受不了，是不是我对你还是不够好，所以你逃掉不让我知道，爱情就像是易碎的气泡，我累你看不到，是否我对你还是不够好，所以你偷偷躲别人怀抱，可是深爱你已成了嗜好，我该努力把你忘掉，就连拥抱也似乎没了味道，怎么感不到你心跳，难道是我爱太重让你承受不了，是不是我对你还是不够好，所以你逃掉不让我知道，爱情就像是易碎的气泡，我累你看不到，是否我对你还是不够好，所以你偷偷躲别人怀抱，可是深爱你已成了嗜好，我该努力把你忘掉，是不是我对你还是不够好，所以你逃掉不让我知道，爱情就像是易碎的气泡，我累你看不到，是否我对你还是不够好，可是深爱你已成了嗜好，我该